啱啱由长沙湾地铁站出嚟，就会见到呢度愉悦，非常紧，一分钟就可以到站。我哋行过去望下。愉悦由华贸及市建局合作发展嘅项目，位于东京街28号单栋物业，提供198户，由一房312尺去到三房套594尺，楼底偏高3.26米，走廊位。预计嘅收楼日期系2025年嘅6月18日，短期楼花嘅项目。发展商开咗现楼，我哋上去望下。喺西九龙嘅长沙湾，居然可以望到个烟花，其实好难得。尤其你顺住成个东极街望出去就望泉州嗰边海景系非常之难得。我哋而家身处位置系其中一间睡房，都系比较大嘅睡房，摆位就好中堂。呢边就摆床，呢边摆衣柜。我转入去，浴室就好企理整齐，而且佢有个窗嘅就喺呢度收埋咗，同埋佢都有足够嘅收纳空间 ，good 嘅。然后转过嚟呢边就系入门口位。可以放下鞋柜，而且佢呢个 tap 机咧多功能，可以睇晒好多嘢。厨房就喺呢边，长形嘅一个 L 型嘅台面，有两个星款方便洗碗，一扇大窗可以保障采光。个厅就好长，同埋呢种长厅咧，真系市中心好少见。外连一个大露台，你基本上可以摆两张凳、一张茶几，坐喺度望烟花，即系你将来过时过节系唔需要同人逼。Good 啊！转过嚟就有一间细少少嘅睡房，呢边就望翻瑞丰向翻东嘅。最后一间系一间套房嚟，然后一次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就成面桥景、海景同埋烟花景。而呢度就是主人嘅浴室，我虽然小口啲，但系够细实用。唯一样嘢嘅就个淋浴区就偏细，地料真系好瘦削。最重要有窗，似啲单位嚟紧会开价，你觉得佢开咩价钱？随时有惊喜噶，欢迎留言我知。拜拜。